我现在我有接触过的枪支就是高中的时候打靶，我不知道我打无法拖靶吧，是咬三角用，怎么去四个月不够啊？是觉得反正飞弹过来 biu 吧，大家都再见了，还给你当兵有什么用啊？我是觉得是没意义啊。那会不会也常常听到就是身边小朋友在抱怨当兵好累？现在的小朋友不止当兵累啊，做工作他们也说累啊。学弟们加油！我觉得是不用了、啊。我也觉得不要浪费时间啊。但我觉得就是一个锻炼啊。我在军中看了一本书叫《操控潜意识》，然后我就Open my mind， 真的 for real， 真的真的真的。面对日益紧张的台海情势，近期就有消息传出，国防部打算将民国95年后出生的男性恢复一年制义务役。而今天我们也将透过实地街访来听听民众对于役期的长短有哪些看法。没什么意见吧，因为现在年轻人不是都蛮多当最少的，所以我是觉得一年就是跟以前大人一样啊。那你自己会不会就是很害怕要当兵的事情？我不会啊。所以如果今天是就算是你要当一年，你也没差。我没差，我们刚好都95年。没有，我94。哦，你94啊？哦，那你没有办法，所以他比较衰啊。没关系啊，那就当啊，没差。那不会担心说在里面就是很辛苦，或者要被欺负？不会啊，搞不好是我欺负别人。哦，我是觉得其实是有这个必要性。我们台湾面临的政治跟军事危机来讲的话，四个月是我觉得是完全不够的。讲真的，我如果真的可以有这个决定啊，我会是支持。我会支持这个决定，然后我自己也会去参加。我不支持，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你兵力都什么兵力什么都不足，人家你延长那么久是什么拖死，让更多人去死而已。国家兵力不足啊，如果国家真的需要的话，我们要有国家意识。如果真的需要延长疫情，我是蛮赞成的。是觉得反正飞弹过来 biu 吧，大家都再见了。还给你当兵有什么用啊？我是觉得是没意义啊。我是觉得应该的啦。应该的，因为毕竟怎么讲，现在当兵的有些好像跟我们以前当兵，我就觉得现在当兵好像比较敏感。我是觉得可以啦，就是一年的部分，因为可能最近的就是国际情势有点小紧张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有这个考量是可以，但是可能就是需要一点时间就是去做缓冲。四个月一年都没差啊，不会因为多那六个月你经验就比较厉害啊，对吧、啊？我觉得是不用了、啊。我也觉得不要浪费时间啊。为什么觉得这样会浪费时间？因为你还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在里面你没办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然讲这个我不知道会被泡哎。如果要增加的话，不如就直接回到3年。就是你要嘛就是真的就进去那个生活，不要好像去一个夏令营这样啊。不当兵那可以啊，肯定就被干掉了。因为至少我们当兵以后，那我们以现在的军事训练可能没有办法，四个月没有办法。但如果枪有延长的话，那至少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我现在我有接触过的枪支就是高中的时候打靶，打过5发。那5发有个屁用？我不知道我打5发要拖靶吧，所以屁打三角用。怎么所以四个月不够啊？没差，当一年没差。我们以前也有当一年的啊，还不是一样？有渎职那些、啊、都是当一年的，也是在那玩而已、啊。因为现在人生的少嘛，家长都宠嘛，他如果能借由当兵的完整的训练呢，让他们成长，我觉得不只是对家庭、对国家、对个人都是很好的历练啊。会不会常常听到就是身边小朋友在抱怨当兵好累？现在的小朋友不止当兵累啊，做工作他们也说累啊。一个男孩子真的要脱变要成长，一定要当过兵。你当过兵的时候，你会在军中你会学到很多。不像现在有人说觉得哦去当兵好像很痛苦，还讲没有那么痛苦，真的没有那么痛苦啊，没有讲的那么严重。其实真的你去当完兵的时候，你会觉得团体的生活跟现在的生活你会差很多。那就是安慰人的说法，对吧？安慰人的说法一定是这样。人格特质养成不是经由就是一个四个月兵就可以去改变，就我觉得他就是从小到大的人格养成，所以我不会因为这个去评断这个人有没有成熟长大之类的。因为里面都在打扫啦，然后看影片啊，好好让那些年轻的男性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不要浪费时间在里面的。不一定没有当兵都不会成长。我爸就是这种类型的，但是我就没有当，我故意吃到100公斤。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刚好100，是的。但我觉得就是一个锻炼啊，我觉得那个
就是一个精神锻炼。心智对，心智会稍微成长一点点。对对对。你人在里面，但你不在里面哦。你每天吃饭，你每天操课，你脑袋想的不会是军中的事情，一定是外面的事情。嗯。这就叫训练心智的方法。对对对。对，我在军中看了一本书叫《操控潜意识》，然后我就哎。对。Open my mind, man. 我们女生也不是说就是男生就是当兵，就好像就是对你们就是应该要当，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就男女都还是有一些就是苦衷啊，或是一些就是需要面对的。但是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女生决定的、啊，就是也不要这么的厌世嘛。需要你的话，你愿意上战场？是可以的、啊，我是觉得没有问题，我自己是没有问题啊。但是真的不是，就是不是为了国家，就是可能就是为了自己想保护的人。